现在福州市海峡会展中心。那么今天呢，在这儿举行了2019中国鱼博会。那本届鱼博会呢，吸引了来自34个国家近400家企业参展，规模可称是史上最大的。那么同期举行呢，还有第六届这个中国金鱼文化节。那么金鱼文化节呢，也是一个国内外金鱼争奇斗艳的舞台。那么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前两天举行的世界金鱼大赛中获奖的金鱼作品。那么本届这个金鱼文化节的主题呢，就是福鱼乐九州。那福鱼呢，顾名思义就是福州金鱼。福州金鱼跟北京金鱼、杭州金鱼并称为中国金鱼的三大流派。那么现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个福州市闽侯县金鱼协会的会长张文春。张会长您好。咱们现在面前看到的就是前两天角逐出来的这个冠军的金鱼，是吧？那能不能带我们介绍一下？哎呀，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讲今年评出来的这个冠军强的鱼吧，是吧？我们讲这一条今年评出来的是全场总冠军，要算熊猫蝶尾。这个就是讲是也是我们的话，福州的话，传统的鱼，就是这几年讲熊猫蝶尾，熊猫蝶尾的话，应该在我们福州来讲的话，养了应该有是80年代就开始有这种的鱼出现，所以说这个鱼也算比较珍贵的鱼的。那能不能给我们看，就分析一下这个熊猫蝶尾它这个名称的来由，它的这个外观是什么样的？它这个熊猫蝶尾，我们就讲的话，它眼睛是黑色的。它身体有时候会变成白，叫黑白，所以说它的特点啊，又像蝶尾，又像蝶尾，这身上加上黑跟白，我们就命名说黑白蝶尾，啊，所以说这种鱼在80年代的时候，在国际外面价格卖得非常好，因为有一种叫做熊猫乐，我们讲熊猫乐，熊猫乐，在国外一条很早以前一条都卖了好几千块，有的甚至卖得过万，在80年代的时候。这种鱼，那这个蝶尾它是这个金鱼的一个品种，是不是？就形容它尾巴像蝴蝶吗？蝶尾没错，蝶尾就是我们传统，这个是我们最早传统的叫做蝶尾，它睁开的时候是像跟真的跟蝶尾一样趴在那边，那这时那个趴在那边是很漂亮的，那尾巴撑开的时候，我们讲哎，很多像蝶尾跟蝴蝶一样趴在那边，而且眼睛是黑黑的。那感觉的话，人家看着，哎呀，这真的跟蝴蝶一样趴在水里面。那我们命名是蝶尾，那蝶尾也分好几种颜色。那这一条的全场总冠军，它是，眼睛黑色，身体而且很干净，尾巴也很撑，很打得开。所以说这一条今年我们为什么会得到全场总冠军？而且这一条也是我们传统的金鱼，也是我们传统的金鱼。啊，那这一条是？这一条是我们的福寿，我们叫福寿，也算鸿运单头。这条鱼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它全身都是白的，头是红的，而且它的背啊，红白分明啊，那背很滚。我们讲福寿，还有它嘴巴还有一点红色的。这一条鱼也是我们今年冠军的鱼，也算在我们市场里非常热门。这鱼也是非常难得的这一条鱼，所以说它才能。在那么多条鱼里面，可能几千上万条里面挑出来的这一条鱼是我们冠军的鱼，非常特别这一条鱼。我看咱们这个描述上说它是这个红白三色蓝寿，就是说蓝寿还分很多花色，是不是？对，蓝寿是我们讲我们叫像国寿，以前讲福寿，现在升级到国寿，所以说这一条鱼的话，在有红白里面还有三色里面，专家选出来的，是很多专家。经过几遍选出来的，因为这条鱼它的确实它的与众不同，是一个很难得的。因为白的是很白，雪白一样，红的真的跟雪一样那么红，红白分明，它确实是很漂亮一条鱼。就我知道，就咱们福州的这个蓝寿是特别的出名，对，就连续好多年都在国内外的大赛上得过奖。福州蓝寿应该这几年来讲的话，在全国而且在世界应该都算非常有名的。为什么讲它这个鱼啊，整体来讲的话，很高贵，又很胡气的那种。因为观赏鱼的话，我们要需要这种哎有高气的，看过有胡气的放在家里，有好像也很有气材的这样子。这种福寿鱼，因为其他的鱼跟它可能是
因为现在的年轻时代，年轻的人啊，90后、80后啊，他更喜欢新的东西。因为这福寿来讲，在我们中国来讲呢，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因为才研发出来的。所以说，年轻的90年代的人啊，80年代、90年代的年轻人是追求的一种，我们讲是宠物吧，水上宠物是这样子的。那咱们这一条是？这一条我们讲也算为福寿，这一条为福寿就是讲算比较霸气的。在我们有，我们讲黑寿、红黑寿，有几种合在一起脱颖出来的，因为这条鱼算比较霸气的。它整体来讲的这一条鱼的话，体型、它的颜色、它的都非常漂亮。因为能养到3、4年的鱼还有这样子的体质，这算很难得的一条鱼。像这体型这么大的一只鱼，大概今年有多少岁了？这一条鱼我们养了4年的鱼，这一条鱼养了4年，4年的话，我们相当于人应该有70、80岁了，这它还那么健壮，我说这个也是一个难得的一条鱼，应该算比较漂亮的。这一条鱼的话，它是一个霸气，因为玩家喜欢，现在喜欢霸气的鱼，喜欢霸气的要大型的鱼，因为很多现在鱼缸里面需要很大的鱼缸啊，很大的鱼缸的话要大型的鱼放进去养，这个我觉得它比较适合这样的，因为这个应该是也算一个创新的一种品种。超大的创新，那像我们在比赛中怎么样去从哪几个指标去平衡一条鱼它是不是够优质呢？看整个，第一看它的个头，品种的个头，还有看它的整个油脂，还有看它的每一个部位啊，它的结构，这个都是非常很关键的，它是评委选出来的，每一条鱼它都有很有讲究的，包括它的油脂啊，那个体型啊，颜色啊，整个的话结构如果好的话，这条鱼应该就评委，因为评委选的话也是很讲究的，它每个它都有一个分数出来的，那这条个头比较小，这是日寿，日寿是日本的蓝寿吗？这个是日本，因为我们国际比赛的话，因为有这次有几个国家5、6个国家来参赛的话，因为这个日寿是日本比较优势的，我们中国其实也在研究它的品种，那这条鱼的话也算是比较漂亮的一条鱼。因为绿寿的话，它玩法跟我们的话国内的话玩法还是不一样，它的鱼的话体质跟我们比较小，那我们的话国寿来讲的话它体质比较大，那我们国寿来讲的话颜色会比较丰富一点，它绿寿的话基本上都是红跟红白，它就是讲没有像我们国寿那样子研发那么多品种出来，所以说它的这个品种也算比较单一的，但是也算比较特色的鱼的。据我所知，咱们福州金鱼大概已经有400-500年的这个发展历史了嘛。那包括我们作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重要的节点城市，那您觉得咱们福州金鱼为什么能够走出国门，然后让海上海丝沿线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这么喜爱呢？应该福州的金鱼历史应该有500年了，所以说。我们讲的话，很早以前我们其实中国金鱼、福州金鱼已经有出口了。以前出口的话都是往船上走。其实这个“一带一路”，我们讲的话，以前的话走的话，可能跟现在走法不一样了。以前走的话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现在我们讲的话都是空运，可能比现在可以走到整个世界的。因为金鱼是活体的东西，以前讲“一带一路”可能走的还不是那么远，现在我们走了，基本上走了个。亚洲全部走完了，所以现在走了欧洲那边已经也在走了，因为现在空运很发达的嘛，我们现在鱼的话可以48小时都没问题的，以前的话我们现在有科技也发达了，放那些氧气啦、包装啦都升级的，所以说我们包括物流也可以走了，这一块对我们这几年来讲做出口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增长得很快，以前在亚洲现在跑到欧洲去了，因为这个中国金鱼啊，现在在整个亚洲来讲的话都是非常有名的，来再讲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看福州，所以说外面已经在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今天有好的一条鱼的话，应该整个世界都可以知道我们福州有这么漂亮的鱼，是这样。那咱们这个比如说像海丝沿线这样出口的话，更多的是当地人喜欢金鱼还是说华人喜欢金鱼？这个金鱼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应该华人的话会玩的会更多一些，因为华人现在玩的金鱼的话，它的颜色也要求的非常好，就各种颜色他都喜欢，但华人就是讲现在我们讲的话玩的稍微大型的鱼，特别在我们讲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啦这几个国家，
都是玩稍微大型的，而且价格高的话也可以。但欧洲的话跟我们玩法不一样，欧洲的话它需要小型的鱼，它跟我们欧洲跟我们亚洲不一样，它走的观赏的跟我们角度是不一样。我们是放在缸里面玩，它是放在盆里面玩，所以说它的要求跟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欧洲那边量也很大，欧洲那边量也是非常大。那您觉得就是下一步的话，咱们这个中国鲸鱼要更好的走出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丝沿线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进行一个合作呢？我觉得这一块哈，我们近两年福州鲸鱼现在在国内已经做一个神州行，这一块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已经走了二十几个城市了，都是一线城市。那我们现在市里面领导也想准备走出亚洲，我们亚洲这一块可以先宣传，亚洲宣传完的话，我们有连线到欧洲去。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一带一路来讲的话，活体的走一带一路的话，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对我们养殖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走国内走完了，走亚洲，亚洲走完了，应该走到一带一路，应该可以走到世界。我觉得这一条路。那我们期待就是中国鲸鱼可以走到更多的国家。那会长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这一条鱼的话，是我们讲现在也是宽尾牛鲸，它是红白分明，这一条鱼也是很特别的一条鱼，它尾巴撑起来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它背比较大，这个也是我们在近几年来讲的话也是创新的。原来的品种可能会小一点，因为这几年我们渔场都在改造，还都在改良，因为现在走了更远的地方，现在就是讲，哎，整个世界来讲的话，不是说光光我们中国有这只鲸鱼，因为外国也有鲸鱼。那我们在这个舞台的话，要胜出的话，肯定我们要研发新的品种，还有它的个头，这个都要我们去研发的东西。当然了，我们作为我们讲的话，有一些老的品种的话，我们还在挖掘老品种，因为整个中国来讲，鲸鱼品种是非常多的。我们福州其实说品种很多，其实跟全国来比的话是最多的，但是还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原来宫廷的出来的鲸鱼我们还在挖掘。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福州鲸鱼文化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现在都在深挖这种的老传统的品种，但是新的品种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新的品种我们也都在创新。像这一条虎纹狮啊，这个也是我们近几年研发出来的，叫虎纹狮。原来的狮头它头没这么大，现在为什么讲狮头这个头也变成这么大呢？它身上纹路跟虎纹一样，这个颜色就是说准备我们这几年一直改良，一直杂交。我们现在就是讲杂交完的话，它的个头也变大了，鱼的抵抗力也变强了，啊，所以说这个鱼近几年在我们国内市场里面非常流行，在国内市场还没有。国外来讲的话，他对这条鱼的话也现在也开始追求这种的鱼的，因为这个研发出来，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现在销售也是非常厉害，国内的现在销售也是在猛涨。国外的话原来是高端鲸鱼走到国外去，其实现在高端鲸鱼我们国内真的也在消费，真的也在，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这个是我们近期真的是创新的一种品种。很奇迹的，这个鱼也很不容易，这条鱼我们已经养了也是三年的鱼了，算比较也是很漂亮的一条鱼。就是我注意到，就咱们这个鲸鱼的命名也是都很形象化，就像它狮头、蝶尾，都是根据它外观的这个形似状况来命名的。对，它跟它的体型、跟它的色彩，它其实都在改变，它颜色。因为很多的鲸鱼的话，因为不断的颜色都在变化，不断的体型在改良，你的鱼的它命名的东西也慢慢的要出来，不然的话很混乱。不知道这条鱼到底是什么品种，那我作为我们很多研这个专家这一些也都在研究这个要怎么命名它，然后作为一种组别来比赛，啊，因为新的东西不断的出来嘛。那作为我们来讲赛，作为我们比赛来讲的话，那我们赛组的话组别也要不断的再增加进去。那有些组别我们可以会稍微结合掉，有的是删掉一部分，那新的组别也会要上来的，所以说我们品种变得越来越多的。像这条水泡，这条水泡也是一个山东人送过来比赛的，很难得的这一条比赛。为什么这一条你看一下，
它的泡很大，颜色非常漂亮，而且尾巴也很漂亮。这个是真正的我们讲的传统的鲸鱼。传统的鲸鱼的话，现在越来越少了。为了泡这一条鱼啊，水泡这一条鱼啊，它最好还是放在盆里面养，因为泡容易放在大的鱼缸里面养的话还是不适合，因为它水会吸。现在跟过去的养法都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养法是有过滤养法。这个水泡的话，真的水流如果太大的话，还不是很适合，因为会吸收，水泡会吸收，给它弄破掉，而且这个水泡要上面看下去会更漂亮。所以说这一条鱼它从山东送过来的话得了奖的话，因为它这个厂的话，后来我又去跟他讲介绍他，问他一下，他说他这个鱼都是从盆里面养出来的，放在我们讲木海里面，这个原来真正是我们老传统的鱼，现在养这种的鱼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养殖的这个方式都已经开始升级了，就传统的这种盆里面养殖的这种方法越来越少了。是，现在因为我们讲的话说经济了，现在很多来讲的话，养鱼来讲的话，如果说都看老传统养法的话，对我们因为成本越来越高，人工越来越高，所以说现在已经都有改变了，是吧？像这条我们叫鸿运单头，这个鱼啊也是我们传统的鱼。这条鱼这种的鱼在我们原来来讲的话出口量是非常大的，因为鸿运单头是非常有意义、有意蕴的东西，非常有意蕴的东西。所以说像这种的鱼虽然说它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颜色白，很白，红也是很红，这个水质要求很高。如果说水质如果稍微有点变化，它的色彩它就不会那么好，是吧？所以说它这条鱼现在尾巴，其实尾巴也有点开始改良，尾巴也变大了，你看它游起来游尾巴也是非常漂亮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传统的福州，这个鱼在我们福州来讲应该也是历史好几十年的，这样的很稳定，这个鱼是非常稳定的鱼的，是吧？今天是第一次近距离观赏这么多品类，这么多的这个金鱼，感觉每一条都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可爱了，相信肯定很多观众都很喜欢。是啊，金鱼我们是讲，其实就一个名字叫金鱼，其实我们里面金鱼的话是几十种品种都叫做一个金鱼。其实它呢去真正去了解的时候，金鱼不是一条鱼，金鱼是很多品种。所以说这个金鱼是非常反正的哈，市民可以来看一下，哇，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鱼啊！因为每次作为比赛完的话，我们这个展区的话都是很爆满的，都非常爆满的。所以说看的人越多，这一条我们叫紫望天球，这个也是传统的鱼，因为今年这一组的鱼基本上这一排的都是比较传统。因为我们讲的话，金鱼一直讲产业，我们其实这几年有点。稍微有点过了一点，我们文化东西的话其实要挖掘出来，文化的话这个要挖掘出来，文化挖掘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让观赏的让市民来看的话，这个就看得越来越感觉到就是讲，哎，品种还是保留的，不像哎有些很多渔场的为了企业的话，他把老传统都给它丢掉，老传统如果给它丢掉的话，以后再去找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也很难找嘛，是吧？会长，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金鱼的这个消费人群也开始发生了改变，过去可能是更多以出口为主，那现在国内市场也慢慢起来了，您注意到这个趋势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就是讲，现在消费观念有两个渠道，国际的现在它是没有变，国内的现在我们的话高端金鱼已经在升级了，还有一些年轻化比较多。那年轻化主要是什么呢？年轻化主要是创新的鱼，年轻化。但是我们讲的话，养鱼是养生嘛，养鱼是养生。所以说，稍微年纪大的那一些，年纪大的一些人，可能会哈、哦，年纪大的人会还是喜欢老传统的鱼。为什么呢？老传统鱼在他记忆里面啊，他总觉得哦，这条鱼，感觉的话，还是原来的味道在那边。那年他为什么呢？年纪大的人他是喜欢放在小缸里面去养，小盆里面去养，因为传统的鱼还是放在盆里面养。那年轻的养法就不一样了，
年轻人养活就要霸气，所以说创新的鱼的话，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为什么呢？你有好的东西，他就玩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金鱼经一定要做到两边化，所以说不能说一直在创新，年轻人玩。那原来老传统喜欢养鱼的人呢，金鱼呢？因为金鱼在我们中国可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我们湖州是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说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话，还是老传统。因为年纪大的人的话，稍微有点四五十岁的话，他都知道原来的品种，一直在找啊。所以说我们作为金鱼文化节的话，我们也不断的在找原来的鱼出来，会让我请教一下，就比如说刚刚那条水泡的话，它现在平均的就大概的这个售价大概要多少？水泡的话，现在的品种也很多。我们这几年因为水泡越来越少，所以说现在的水泡价格，像这一条的这个价格大概也要到5000-6000块钱，因为这条鱼很完美，它的颜色、它的泡、它的尾巴、它的背。所以说水泡是主要是泡两个要均匀，而且泡要红色，背要光泽，不能有一点点瑕疵。那尾巴也是这样的，还有这条鱼尾巴是全红的，而且它的张力很大，油脂非常好。所以说它的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应该几千块是没问题，是吧？那像一般比如普通的蓝瘦的话，这样的价格要多少到多少？普通的蓝瘦，其实我们福州平常老百姓，其实我们讲的话，一般的网址那个消费者其实都可以消费得起。其实有的难受的话，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不等。我们去年在山东淄博拍到一条96000，那个是也是一个超级玩家买走的。但这条鱼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奶牛花兽，它的整个体型它也够大，体型也很漂亮。所以说现在有好的金鱼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年轻人他也会喜欢玩这些。说咱们这个金鱼除了高端的以外，也有这个几十块几百块的适合平民消费的这种？有，我们其实不是说完全全部都是高端的，因为我们作为我们产业来讲的话，我们要多元化的，是吧？该创新的我们要创新，该保留的要保留。因为作为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很多发展的话，可能福州对于我全国来讲的话，福州会走到领先嘛，福州应该会走到领先，稍微大鱼会大一点。其实全国各地鱼也是很多的，但是他走的鱼的话，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讲说福州金鱼都是高端，其实很多很多省外的鱼的话也有，但是他的鱼可能跟我们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们福州都是按条按尺寸卖，他国那个省外的有些鱼称斤啊，这个就是讲的话价格会低一些，所以说这个市场来讲还是有的啊。说到这个福州金鱼，我知道咱们这个闽后县是福州金鱼的代表，目前咱们闽后县的这个养殖场的这个数量应该在福州市里面是排在前列的。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闽后这个地方，它为什么就是能够养出这么多就是得奖的这个金鱼？闽后是去年评到金鱼之乡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闽后目前这几年来讲的话，它发展非常快的，它的优势，它的闽侯是在靠山旁边，它的水质非常好。人家讲养鱼一定要养水啊，如果水解决问题的话，这条鱼的话应该来讲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闽侯近几年来讲，闽侯入驻的闽侯养殖业来讲的话，应该有将近四十家。所以说的话，闽侯这几年因为去年平阳闽侯金鱼之乡完了，所以说我们这几年闽侯的金鱼发展的话，跟往年比的话快得非常多。就是讲有整个闽侯我们来讲的话，都在渔场啊，近几年都在改造，以金鱼各方面也都在改良。所以说这两年闽侯发展的话，在我们福州来讲的话，算比较快的一个地方，咱们这个闽后目前这个养殖场的数量，然后包括它这个去年的产值大概是多少，还有出口额。我们闽后像去年那里可以就是一线第一个产业可以做到15000万这样子。那出口量我觉得应该是在像我们闽后应该60-70%这样子，像60%-70%。但是它的面积的话大概有1000多亩，面积只有1000多亩。
那会长带我们去这个闽后馆参观一下，今年来参展的这个鲸鱼大概有哪些？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奶牛蓝寿嘛？奶牛蓝寿我知道也是咱们这个闽后的一家这个企业培育出来的，好像也是花了大几年，接近十年的这个时间才培育出一条这样的鱼。对，奶牛花寿的话，就是讲对我们鲸鱼来讲也是一个突破，因为这条鱼想做出这种颜色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它要求的话技术性也需要，还有一个它的水质条件也要达到，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熊猫蝶尾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如果水质不好的话，它很难做出它这种的颜色分明，红白黑白分明，这个是一个也真的要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研化它的时候啊，这对我们来讲的话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去研究它，因为杂交出来的话不是说我今天杂交出来哎马上明天就变成这样子，也要经过摸索，也要经过大概像这样子的时候，一条的好看的这样奶牛花寿的话应该可能都要做两三年三四年才能行的这样子。那还有这个就是讲我们这也是这几年讲虎纹丝跟水墨丝，这个也是这几年新创新的品种，这也算一个创新的品种，年轻人就是最喜欢这种创新的，而且它这个鱼够大，放在鱼缸里面啊，它游起来呀、啊，很有霸气呀、啊。你看，这传统的鱼的话，还是爱喜欢躲在下面。这种的鱼的话，因为现在都是侧面看的，侧面看的话，来讲的话，应该要有个霸气，游姿要有好的，整个尾巴各方面的话，都要有。能撑得起来，放在侧面看比较好看一些。这个确实看过去，在水里游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是非常美。对对对。那会长，我们在这儿今天能看到这个奶牛寿吗？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像这一缸，是我们闽侯潘氏那个养出来的奶牛花寿。它奶牛花寿就是讲它的身上看过去，整个我们讲的话，体型啊，整个颜色啊，分布啊。那我们讲奶牛牛啊这样子啊，看过去是事实是跟我们命名为变成奶牛花寿，事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鱼，它的体型、它的颜色都是很完美的。因为这一些鱼的话，你看像这一条这一些鱼的话，都要经过几年啊才能做出来的。因为刚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颜色，那后来我们还要再改良它的身材、体型，就是说。变出来的颜色的话，光是颜色还是不行，还要让它变出来它的身材啦，还有这块它的油脂能油起来，这个就是讲不是说一年两年，所以说现在这种的鱼养出来的话，在市场里面的话是供不应求的，这市场价格会是非常好的这个鱼，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金鱼的这个养殖方法，它的培育方法大概是什么方式？是杂交，然后它的筛选的话要经过多少工序呢？第一就是讲，我们现在在杂交过程，我们现在也开始，已经也开始创新这一些品种。其实杂交这一块，我们这几年啊，技术性这一块真的有个突破。像我们近几年，整个福州几个渔场啊，都跟那个我们讲省海洋技术中心，我们福州市海洋技术中心都在跟他配合，还有我们有跟那个师范大学。跟那个福建省师范大学有做一些技术性的改良，什么改良一些那个品种，包括它的色彩，我们都在做。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像我们几个渔场啊，都有专家指导。我们现在渔场里面几个闽侯有几个渔场都有一个工作站，专家工作站，我们已经现在专家已经都入驻我们的渔场里面，跟我们一起研发这个新的品种。因为你靠我们的话，养殖人咋样的话，很难完成这样子的整个改变它的鲸鱼的一个很多品种啊、颜色啊，都要有我们技术支撑，都要有技术支撑。光没有技术支撑的话，它的颜色改变没那么快，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鲸鱼养殖产业，近几年也在不断的运用一些高科技的这个技术。有啊，我们就是讲这几年就是讲突破就是什么呢？病情我们已经这几年也在突破，还有它的颜色在突破，还有它的整个就是鱼的个头也在突破。这个三突破其实跟我们这几年的话渔场改造也是分不开的，
我们近几年的话，渔场改造的话，跟往年传统的养鱼的话，已经变化很厉害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开始有些做一些什么三段环养鱼啦，循环过滤养鱼啦，还有一些生态养殖。因为这几年的话，生态这一块我们很重视。因为如果说你生态这一块如果做不好的话，对我们养鱼来讲的话，确实的话也怕破坏，因为最后环保这一块我们肯定要走到这一块，啊。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咱们这个跟一带一路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嘛，那您觉得我们未来是不是应该探索一些从金鱼文化上入手，怎么样加强跟一带一路之间通过这个活动啊或者展会来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我觉得一带一路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要发挥到二产行业，因为二产来讲的话，去走先走一带一路来讲的话会更好一些，把湖州的金鱼原来的元素啊，它的每一条鱼的它的特征啊，都放在一个产品里面，走一带一路来讲呢，比我们活体走一带一路来讲会更好一些。这一些产品其实产业是非常大的，各种各样的玩的东西，还有一些用的东西，都可以利用上我们一带，都利用在我们工艺品上面去，利用这个工艺品宣传我们的湖州中国的金鱼，我们湖州的金鱼。因为金鱼现在文化来讲的话，跟往年比的话，也开始挖掘出来一些我们日常用的东西。用的东西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些出口，像工艺品呢，我们能用的东西作为出口来讲的话，把这一些工艺品的话先给我做到出口，那让外面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鱼，这么漂亮的鱼，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带一路了。然后的话，这一个宣传出去的话，把我们玩的东西或者用的东西工艺品的东西传出去，因为它会返回过来，要真正的要我们金鱼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些就是讲我讲旅游这一块，因为我们旅游应该是关第三场，因为毕竟金鱼是一个观赏的东西呀。如果说作为旅游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商场的话，如果要突破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前景。因为我们现在几个渔场也都在改的话，就是讲我们可看、可养，就是人过来的话可够，还有一些做一些元素可以住宿的、吃喝玩乐的。这个二产跟三产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比一产多了。一产我们现在闽侯一产的话做了1亿多1.5亿，如果二产做起来可能10亿都很难讲。比如讲三产做旅游这个带动来讲的话，我觉得在金鱼产业这一块应该可以做到一年做到几十亿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就是讲我们需要我们整个渔场都要改造一些，因为玩的东西看的东西你毕竟你要有一个创新的东西。因为渔场的话，首先你要做一个整个生态那样子，作为一个生态养殖模式出来，大量的发展这样子。因为生态来讲，虽然说是投资很大，对我们来讲投资很大，但是它的人工省了很多。对我们的话，这个品种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品种啊也提升了很多，把它质量给它做提高掉，把它质量做提高掉。我知道咱们闽后有很多很多，就是像您说的，就是金鱼养殖户嘛，然后包括也涌现出了一批的这个龙头企业。那咱们现在到的这个展位也是一家当地很有名的这个龙头企业，那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企业大概的这个规模，这大概的情况，还有他这个看了很多奖杯啊，都是去年比赛上得的，然后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那我们这家就是讲是获奖的是今年的，上奖杯上面看的，今年的话获奖的话还是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文川金鱼，我们这讲是它的面积占地是70亩，所以说它这几年的发展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话应该来讲也算比较快，因为我们改良，我们全部作为一个生态养殖。生态养殖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人工省得非常多，因为这个一套生态过滤下去的话，把一些好的鱼放在过滤池里面，把它分离掉，那它的密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这样子的话，一口池里面20多平方，我们可以养到100多头鱼，它的产值的话，应该一口鱼的话，高端的可以做到6万块钱。那这一缸的话，是不是各个品类的这个
宝贝都在里边。那会长能不能教我们怎么辨别，就是蓝瘦跟这个流金、跟狮尾、跟狮头和蝶尾它们的区别，就怎么样？我们先讲狐兽哈，像这样子的狐兽啊，它的背鳍啊是没有背鳍的，它的整个是我们像这条是算梳子背的体型，它头是猛猛的，它的体型又很大，是吧？还有这个流金啊，我们讲那个像现在这条水墨流金。水墨流金的话，它是有背鳍的，它算文种的鱼，它有背鳍的，所以说它的跟那个狐兽是淡种的鱼，它完成看过非常明显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讲我们讲熊猫蝶尾，蝶尾它是眼睛很大，所以说它尾巴撑起来又很漂亮。我们说这条是熊猫蝶尾，这个也是一个很漂亮的鱼啊。对，经过您的介绍，我现在可以一目大概就能辨认出各种这个不同的鱼大概是什么鱼。那会长，我看到咱们这儿摆了好几口这个缸吧，然后这个是不是代表是传统的这种金鱼的养殖方法？古代人讲，我们讲以前养鱼的话，福州人讲要盆鱼，都是放在盆里面养。那还有个有，像这些。我们讲的户人的话养的话，他放在陶瓷里面去养，陶瓷里面养的话可能的话更好一些。那我们讲的话，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放在盆里面养，因为盆里的话造价可能会比较低一些，是吧？所以说我们福州人讲也讲盆鱼，以前讲古代人讲盆鱼，这种的盆鱼的就是讲没有过滤的，原来是没有过滤的，传统的鱼从上面看下去的，就是讲传统的鱼都是按这样子去养化，所以说我们这几年新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在研化，但是我们的话老的我们也在保留，在老的传统的养鱼放在盆里面养啊，我们照样放在盆里面养，因为的话这样子的话变成的话我们金鱼来讲的话文化来讲会更有丰富一些，更有丰富一些。你刚刚提到咱们这个运用了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手段去改良这个金鱼的养殖方法，包括这个三段法，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原理？三段法的话，我们就讲的话，现在的鱼三段法，以前的养鱼的话，打籽的也在这一个池里面，还有一些的话以后养大了，包括挑鱼的、成鱼的吧，还有一些种鱼的，都是放在一种规格里面去养。那现在三段法我们现在是给它分离开，就是繁殖的时候，就是讲在我们讲繁殖期的时候，我们进入温室，温室里面养完差不多一段时间，我们给它拉出来，放在养成鱼里面，在成鱼里面养到十几公分以后，我们放到生态过滤池里面去养，那个把好的精品的鱼放在过滤池里面去养，这个最后到了里面去养的话，那个鱼都是比较好一些的鱼啊，但这里面的鱼养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它的成本也是我们因为三段阀的话要改造啊，三段阀要改造，这个改造完的话，最后这一段放在里面是最有讲究的，因为好的鱼已经都放在这一三段阀里面去养了，最后这一段我们已经在筛选这一条鱼有没有潜力，有潜力的鱼我们放在里面去养，所以说。这个三段阀好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养下去，我们基本上算零排放，没有排放出去，因为经过过滤了，生态过滤完没有排放。还有我们人工省了很多，我们不要换水了，一年可能换不了一两次水，所以说我们也很观察，因为好观察，因为为什么讲好观察呢？因为三段这样子过滤完的话，我们可以每一口鱼池里面都可以踢水养鱼，可以看到底，每一条鱼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因为鱼有点。在吃的过程有没有剩，或者有没有吃完，什么时候吃完，这个我们来讲都可以随时都可以观察得到，还有它的水温，还有它的那个溶氧量，这个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还有就是讲最好的就是讲呢，在它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及时可以去处理它，比如讲这一条鱼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可以说马上及时的给它拉出来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啊，这个就是讲的话，平常其实我们就是讲，就是投料，一直在投料，一天可以。我们现在要健康养活，三段活其实我们也包括健康。我们讲少吃多餐，一定要少吃多餐，而且一天可能喂了五六趟，那样子吃起来的话，鱼绝对油脂
油脂非常好，油脂也很健康。那我们现在讲的话，不光光说要好看，我们还要健康。健康来讲呢，对我们来讲，产业来讲的话，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一条鱼不健康的话，人家拉回去玩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产业呢，我也觉得也会不会走得很远，是吧？因为还是健康，我觉得还是现在为主，跟人一样，健康还是为主。好，谢谢张会长，谢谢您今天带我们这个享受了一场金鱼的这个饕餮盛宴，谢谢您。好，那我们今天看过了这么多这个品种各异、色彩鲜艳的金鱼之后呢，我们对福州金鱼呢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300年前呢，福州金鱼随着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南亚，再传到欧洲，那么也将中国人这个圆润的这个传统方法、传统文化呢传到了世界各地。那么让我们期待福州金鱼能够更好的游向世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者。